同上星期另一宗山边奸杀案有相似地方，而死者已经证实为一名夜总会女公关，现年22岁嘅陈小红。实习记者周海现场报道。死者被人发现嘅时候，我一定会同你公审。当时三个人被人扯烂，全身赤裸，下体有严重嘅伤痕，手脚断裂。炸死人咩？初步怀疑系俾人性侵。我警方重案组会同法医官你咁好打啊？你打嗰班变态色魔冚家产啊！将喺第一时间同大家报道。佢话千祈唔好话小红喺度翻工啊！咁拉到好手尾啫。美国中央情报局反听讲啊，嗰两个用西装骨骨嘅，一个仲戴黑超添啊！香港、新加坡及台湾高雄港都系海洛因运到美国嘅主要转运站。点解我头先会咁样？佢指出，如果冇线报嘅话，去做嘢先啊！嗯，阿晶啊，嗯，我有种预感，应该识得个凶手嘅。你记翻一啲嘢啦。一啲啲啦，有时就好清楚，但系有阵时咧就乱糟糟咁啊。唔紧要，慢慢记。我争啲记得噶啦，如果唔系啊，都唔会一嘢打落去妈咪就咁大力噶，系咪？梗系。老细打招呼啦。嗨。坐嗰边啊。哪吒哪吒，妈咪妈，有冇搞错啊？咁耐嘅。冇事啊。干杯。嘿，安妮妈，黎生，我系饮茶啊，多谢晒，唔使客气，咁多钱喎 ，come on， 多谢多谢，系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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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晚好开心啊，小姐，你叫咩名啊？